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吴尊魁违两年来台，三日替自己投资的面包店站台推出限定礼盒，号召大家做公益。他对吃很讲究，平常也会自己下厨，在家都是我下厨，老婆不会煮的。一起去澳洲读书，他就在旁备料，好像我家佣人，看我炒菜，一起分工合作。目前一女一男刚刚好，是否再生第三胎，吴尊笑言目前还没有，再过几年可能会想。两个已经很完美，假如有第三胎也是意外。他觉得现在小孩要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，若生太多小孩不能好好照顾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